伴侣，相信呢一定是非常。刚到台中，那这边是新乌日站，我等一下再转火车到台中站，漫长的路啊。然后这次来参加的婚礼是我台中的一个朋友，我认识他也快10年了吧。那我们一样是从网络打游戏开始认识。我记得我7年前的时候在台中当兵的时候，在成功里，我要去他家借住过个2-3次吧，还蛮令我印象深刻的。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上一场婚礼的影片的话，他也有出现过。其实平常没什么见面，但是在网络上却什么话都可以聊，感情也非常的深厚啊，这样子。所以理所当然一定要来参加他的婚礼。OK， 等一下要去续摊，应该会去唱歌或者是看个电影之类的。拜，恭喜。时间是晚上的9:50，5点的时候我就要再出发到小港机场去，准备飞往日本。那接下来将会是一系列的旅游 vlog， 我会到日本的东京滑雪旅行。所以大家如果对我旅行 vlog 有兴趣的话呢，记得一定要追踪我的频道。OK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一个赞，然后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，随时关注我最新的消息。那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